伊能静左与秦昊感情甜蜜，三摄自伊能静秦昊微博。娱乐频道综合报道，女星伊能静2015年与小她10的中国演员秦昊再婚，两人育有一女小米粒。婚后伊能静时常向老公真情告白，但较为木讷的秦昊却很少放闪。而日前秦昊 PO 出一篇微博罕见晒恩爱，引发讨论。秦昊称要跟上老婆的脚步，三摄自秦昊微博。伊能静生下女儿后明显发福，让以爱美闻名的她相当崩溃，但她在7月时开始实行减肥计划，利用调整饮食搭配健身，短短三个月就瘦了10公斤，恢复到浓纤合度的身材。日前秦昊在微博 PO 出多张健身照，工作忙碌的她趁着拍戏空档上健身房，并说紧紧跟随美丽教主伊能静的脚步。随后伊能静也回应，在她健身累的时候老公会说休息吧，别练了，饿的时候说吃点没事，支撑不下去时说你已经很好了，让他气喊秦昊根本是猪一般的队友，更说是不是想把我搞丑来关在家里，假发火真放闪的行为让网军笑，说浩哥怕你练太美出门他不放心。伊能静假生气真放闪，三摄自微博。